哎，对了，英子，周五爱打的事儿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知道，玉玉说了，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啊，你找错人了。哎，我不是说跟你有没有关系，就是想了解点情况。跟我没关系，你还了解个啥呀？那不瞎耽误功夫吗？英子，不信那么实话。这事儿肯定跟我们没关系，英子这些天一直在家，这大伙都能证明的。 但是你们大老远跑来一趟，说说也没关系。爷，没啥见不得人的。李科长兴许就是走个形式，林姑娘可能更想了解。来都来了，都别白跑，是不是？说说，说。进来。 你怎么来了？看看你啊，这么快出院了，你不多住两天？你看到吗？现在咱们俩是一对一，啊。上次我看那帮小子下手挺轻的，以后没事儿你别老招惹人家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吓唬我是吗？不是你说你配得上他吗？总比你强吧？哼，自不量力。我劝你。 把时间用在学习上，靠近组织，这对你有好处啊！别整这些没用的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哎，你信吗？我现在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。哎呀，小样，我学武术，你知道吗？我专门打练过武术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呀呀呀！动手是吧？动你怎么着？啊，怎么的？哎呦，我，呀呀呀！什么呀？我喝，哎呦，什么呀？我就不信。 我就把你！哎，这是管理人的，你们来人呐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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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把子力气，下回咱们找个宽敞地儿，咱再比划比划。比划怕什么？我也不，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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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其实，我挺佩服英姿的。英姿，其实周武心里一直都想着你，他在昏迷中还一直喊你的名字。你还是跟我去看看吧。拉倒吧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可不能当那个累赘。这话对，林姑娘，看到你之后吧，我就更觉得英姿这步走对了。我说句话不怕你不高兴啊，这要是在农村找媳妇儿，得找英姿这样的过日子，那比你强百套。可周武现在是城里人了，那英姿跟你比起来，那就是蚂蚁不穿豆腐，提不起来了。利索了好，利索了好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的感情太可惜了。姑娘，你说这话我也信，看着你啊就面善。你刚才听了我讲他们俩的事儿，你心里边一时难过，这也是真的。可是难过之后，你不就松开了吗？是吧？爷，您别误会，我对周武只是有好感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就是这次，我觉得他挨打好像跟我有点关系，所以想为他做点什么。哎，那你说周武挨打，好像跟你有点关系？李科长不就找这线索呢吗？我看你们俩能对上号。哎呀，这家伙，爷啊，
您对破案挺内行的呀，啊！明玉，有什么线索，能跟我说说吗？哎，没有，只是感觉。感觉这玩意儿，有时候准，有时候就跑偏。丫头，你来都来了，那个二啊，就住那院。要不你过去看看他？英子，你领林姑娘过去看看。我不去。你别那么小心眼儿，你的事儿是你的事儿。 林姑娘是客人，得待客的道理咱得懂啊。去，走吧。英姿，你爷爷真是个老神仙。哼，神仙不敢说。 反正他呀是活成人精了，这边。哎，婶儿啊，来客人了。哎，咋的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别，哎呀，别，哎，我找，给我。真是，哎呀，没弄裤子上吧？没有没有，英子呀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紧着往那边挪就来不及了，哎呀，你看丢死人了这。丢什么人？你这是病人呢。哎呀，行了，等会儿啊。 行了行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哎呀，你看都成废人了。哎呀，你是病人呐。哎，擦擦手。哎，好，多多，把那垫子给我。来，哎，行了行了，谢谢了。哎，忘给你介绍了，婶儿。啊，是周五的同学林韵韵，周婶您好。哎呀，你好你好，你去炕沿坐，不埋汰。快快快！ 赶快坐吧。哎呦，你说这真丢死人了。没事儿，周婶您别动了。你别看婶儿病了，那人可利索了。行了，别臊皮我了。哎，同学啊，姓什么来着？我姓林，叫林玉玉。哦，林同学，这暖瓶里有水，自己倒啊。不用，我大。不可。哎呦！ 我告诉你们，回事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行了行了，可别什么都动啊！是你小孩子动的吗？没事啊，撒到身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幸亏那个破暖瓶不保温，是不是？摸摸毛，下不着，摸摸耳，下一会儿。好了，去玩吧。哎呀，快下去玩去吧。我看看，哎呦，你看看，这真是的。 哎，你别动啊，别扎着你。婶儿，笤帚在哪儿呢？在外边的吗？撒到边上吧。啊，行。来，接着吃。不吃了，饱了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 那这不是面也见了吗？包子也吃了，没事我走了。你急什么？再坐一会儿。周五，坐下。就算你不认你们的兄弟关系，至少我们是一个护理出来的战友吧。那这么说行。说吧，想咋了？周五，我承认我挺自私的。哎，这事儿就别提了，这要是翻过去了。 咱俩也没关系了，你自私不自私的无所谓。你听我说完行吗？不行，我不想听。说实话，我得谢谢你，谢谢你把真相告诉我了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吗？啊，我在家伺候妈呢，照顾弟弟妹妹呢。你呢？你上大学呢。然后我们肯定天天是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你给家来封信。这不也快过年了吗？ 我们肯定想办法弄一口年猪，把肉都给冻起来，等着你回来吃饭，吃这顿团圆饭。妈肯定心里边还偷偷乐呢。乐这二啊是个傻子，哎，那我特想问问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是不是比现在还悲哀？所以周五什么也别说了，以后也别跟我说咱家那点破事儿，也别找我，就这么着。周五，那不又起来了？周五。
你可以不认我，可你这弟弟我得认。20多年了吧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情，反正我有。是，我是做错过事，我那是因为自己的私心冲昏了头。你知道我事后有多后悔，多内疚。你也知道我是要面的人，可我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还忍不住来看你，就是因为你是我兄弟，不是吗？ 不是，周伯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让我没家了。那是因为你心眼小。现在不是咱们家抛弃了你，是你抛弃了我们。如果你能原谅我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不可能了，不可能。 就这么着吧，走了。周五，上哪走？去。周五，你们兄弟俩有什么事儿，解不开的疙瘩，那都不要紧，日久见人心嘛。我就想告诉你，你哥是关心你的。听说你跟林雨处朋友呢？谁说的呀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。 没有最好，要有啊，趁早断了。断不断是我的事儿，跟您俩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不是想干涉你，是担心你的安全。哎呦，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。马向东，我认识，他爸我也认识，这爷俩心狠手辣的，你可千万别招他们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周文啊，原来人挺好的，都让你给教坏了。啊？ 拿什么呀？回去告诉周文啊，本来刚才网上说的都要是动心了，但是现在我更恨你们俩了。我跟林玉是同学关系，这个呀一点都不假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准备追林玉。哼，你们呀跟马向东有什么交易我不管，但是我知道一点，只要我跟林玉好，你们这交易呢就完不成。我追林玉就值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让周文以后少来找我。周五。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你跟周文成熟不就行了吗？管我干嘛呀？周五，周五，爷，您老可太让人佩服了。 这家伙处理事情条条是道，关键道道都占理，不简单啊！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头一回有关键人来夸我的。丑汁不笨哈，您哪是不笨呐？这太精了，精也是农村人的那点事儿，城里的事儿咱就弄不明白了，也没经见过。哎，李科长。 就你这个情况吧，咱俩先唠嗑啊，先唠嗑。就你这个情况吧，要在农村，也早就给你张了个对象了。咋说呢？也看你人好呗，也就看不得好人受苦。可你是城里人呢，我就不好开口了。咋的？爷，有合适的？要说合适吧，也不算合适。 就一个农村户口就不合适呗？啊，哎呀，这户口吧，倒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每年不都得解决一批吗？我在公安多少占点便宜，近水楼台嘛。不瞒爷说，以前我也是农村的，媳妇儿也是农村户口。这不，从部队转业安排到公安了，局长批了就给办了。不过找对象这事儿吧，这家挺复杂，爷的好意啊，我心领了。 还是让我自己慢慢碰吧。是是是是，我这也是闲说话。我有个远房亲戚吧，他有个闺女，岁数跟英子差不多，长得也跟英子差不多，他俩是同学，都念过初中。我这不是在农村吗？在乡下，有点小威望嘛，就托我办这事儿，想找个人家，一直没碰上。 今天我忽悠一下就想起来了。
和英姿一边大，那比我小十好几岁呢。男的大十几岁没关系，我看中你人品了。爷，我结过婚，还带着一儿子，人家是个大姑娘，这大不是坑人吗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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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咋说呢？你要是农村人，这条件肯定不行，可你是城里人呢，而且又是个管家人，这条件就够了。这不就是城乡的差别吗？爷，咱爷俩挺投缘的，说话也不隔心。我说了，您别生气啊。啊，你说，您说这人是英姿吧？到底是当警察的呀，听话听音，一听就听出来了。那咱们都挑明了，那就明喊呗，就英姿了。咋样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爷，啊不，不是英姿不好啊，是我自惭形秽。啥玩意儿？啊，我的意思就是我配不上英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啊，那就哪说哪了了。谢谢爷了啊，哪说哪了啊。哎，你慢点儿，嗖嗖的，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整的这叫什么事儿？马向东托我，我让你说你不说，那只好我说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巴结他。为了你啊，当然了，也为了我。胡说八道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山里要调班子，人事厅长下去了，我爸呀有希望。马副主任主管这块儿。等等我。林同学呀，啥时候回去啊？今晚就走。今天晚上就走啊？哎呀，谢谢你啊！没想到周五啊还惦记着我们，还托你来看看。我心想啊，这小子一走，这辈子啊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啊，婶儿说啥呢？自己的亲儿子还能不惦记你们呢？啊，哎，我们这二的呀，倔。临走那天呀，我让他烧点钱，死活不要，还跟我耍脾气。给，你替婶儿啊，把这100块钱烧给他。本来120，这两天这那的，花了10几块钱。你告诉他，这100块钱啊，他哥俩一人50。婶儿，你把钱都给他们，拿啥抓药啊？嗨，我这病啊，得慢慢养，吃什么药啊？周婶儿，话我给您带到。钱还是别烧了，我怕我给弄丢了。婶儿，别拿了，现在小偷可多了。林玉，你还唠会儿吗？我得回去给你们整饭了。晚上吃完饭好拉车。哎呦，啊，我也走。周婶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也不能下地送你们，那你慢走啊。没事，您坐着吧。哎，多多，我有空再陪你玩。去，找妈妈去。婶儿走了。这么不听话。再见啊，周婶儿。哎。慢走啊！哎，快到窗子上给姐姐再见，快点。英姿，周五和他妈是不是有矛盾？没有吧？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那我可不知道，你回去问问周五吧。香烟、瓜子、汽水，有人要吗？哎，同志。两瓶汽水，哎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行行行，我来吧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来，钱给你。谢谢。来，给您汽水。来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，来一趟，有点收获没有？还行，你呢？也还行。起码排除李英姿了。你们公安局总这么办案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们调查的范围太宽了。啊，这叫排查，总得一步一步排除可疑对象，最后才能接近案件真相啊。嗯。你好像有不同的看法。没有，破案的事儿我不懂，一窍不通。其实，你也是怀疑对象之一。我？为什么？你和周五的关系不一般啊，别否认啊，我们能在这儿碰上，就足以证明了。
我为什么要否认？你们都知道什么？马向东，你真以为我们都是吃干饭的？那你们怎么不去查他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查呢？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线索的。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不明白。什么事儿？在李家，你好像已经准备说点什么了，后来怎么又不说了？有吗？没有。英子的爷爷是个老人精，他看出你不想说，一个岔就打过去了。现在就我们俩，你想说说吗？没什么。你说当时你有一种感觉，也许是我的错觉呢，我没有证据。你做人很谨慎。什么意思？马向东在文革的时候打过你爸爸耳光，你怕你说出怀疑马向东，万一查无实据，有挟私报复之嫌，对吧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没有怀疑马向东的证据。好好好，不说了。爷，地瓜有熟的没？边上都熟了。给你一半啊！我不要，马喂好了。嗯，英子，你说这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？寻思啥呢？你说这二吧，咋说也是坏分子成分吧？过去大伙都离远远的，尤其那吃官饭的，就怕沾上。成分不好，不是影响进步吗？哎，你说现在咋的了？老干部的闺女，都上杆子了。招人呗，又会拉胡琴，个儿长得高，长得也不太磕碜，那还不招人啊？还舍不得呢？啥舍不得呀？你没看到林玉啊？我能跟人家比啊？再说了，赖着干啥呀？赖上了，日子过得也不舒服。你要是真能舍得，也今天相中一个人。谁呀？今儿来那李科长啊，我看人不错的，稳稳当当的，四方大脸。挺可靠的，你快拉倒吧，爷！真的？啥真的假的呀？你孙女是嫁不出去了呀？来个男客就是你孙女婿啊？你有心思啊？我啥心思呀？再说我急眼了啊！还说你没心思？我爷爷提别人吧，你连理都不理，一说他你还急眼了你。这事儿有门儿。行爷，我看那个事儿吧也有门儿。你寻寻思哈，他比我爹小十来岁吧，他儿子比我小十来岁，这我要入他家的门，三辈全齐了，那叫老有福了。叔爷，我必给你捶捶背啊，给你老人家捶捶背，这事儿你得给我整成啊，要不然我嫁不出去咋办？行不行？爷啊，爷，行不行？散架子了，散架子了。怎么了？做了个梦。噩梦啊？不，对不起啊，吵醒你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林玉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快吗？不是去北京了吗？我没去北京，去你家了。去我们家干嘛去了？回头再说啊。玉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听说你回来了，过来看看你。谢谢啊。哎，林叔怎么样？身体好点吗？挺好的。哎，你坐人别人的位置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事，你坐吧。不，没事，我也上课。玉，那晚上下课以后你等我，找你有事。我没时间。真有事儿。
我代表组织，你知道吗？他真没时间，我们俩有约会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我俩真有约会，看电影。那要不明天？明天我们俩也看电影。不是，哎，快上课了啊！老师来了，你还不赶紧走？这一个月我们俩都看电影。起立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等你半个小时了。哎呀，出门被马向东截住了，跟他说了会儿话。马向东，你干嘛呢？疯了吧？我这不是练习呢吗？不至于吧？还那么害怕？我拔了，我拔了啊，拔了。我看你都走火入魔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咱们所学的课程里边啊，我觉得就这针灸最管用了。你想想，我一男的学护士，毕业以后我给人当护士去，我自己想都可笑。我要学好了针灸啊，以后我能分到这个医院的理疗科。不愿意当护士，你干嘛考卫校啊？当时那志愿呀，不是我填的，是我哥帮我填的。也不是我哥，就是那个我们那护长，他说了，那志愿表不能空着，都得填满了。你大学报的什么？北大图书馆系。哦，哎，那为什么不报音乐学院啊？我不愿意干那个，我妈说了，戏班没有好东西。你妈干什么的？演员啊，怪不得，我就觉得他气质不一般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让你学琴啊？我爸让我学的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带好号的跑我们家去干什么去了？招灵芝啊。找他干什么？想了解一下你和他的关系。为什么呀？废话，喜欢你呗。你这是搞外调，我爸是坏分子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。那不是问题，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。不能吧？应该能。哎，他们怎么样？很好啊，为人也非常友善。对于你俩的事情，他想的也很透彻。本来我是想劝他来看看你的，后来我又觉得他的决心是对的。哎，对了，他爷爷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老头，很有智慧。是我问的不是李英姿，我问的是我妈他们怎么样。周五，你和你妈妈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？他们跟你说什么？谁也没说什么，我就是有种感觉，好像你们之间不大对劲儿。我们之间挺好的，没矛盾。那你跟我说说他们怎么样了？很不好，他瘫在床上，很无助，家里的生活好像也非常困难，他连抓药的钱都没有。他让我给你烧钱，我说怕路上丢了，没烧。你不高兴啊？我没不高兴，我就是觉得你挺奇怪的，咱俩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完事你能跑我们家去把我查一底儿掉，这为什么呀？谁说我要跟你发展关系了？我是看你太想念林子了，我去给你传个信儿，你别误会我。哎，对了，以后咱俩还是像一般同学那样正常交往，不要单独见面了。马向东刚才跟我说，他们学员支部刚刚通过了一个决议，说是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，学生在校期间禁止谈恋爱。不能吧？那马向东他们七六级早就一对一对的了，那进得了吗？说是七六级特殊，不提倡也不反对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他们是工农兵学员呀？人家还说了，如果七七七八的同学跟七六的谈恋爱，也可以适当放宽。什么意思？七七级和七八级不能谈恋爱，但如果七七七八和七六级的谈恋爱就允许。啊，那他们也太不要脸了。咱告诉其他同学去，分头去，让大家伙看看他们七六级的是什么嘴脸。好啊，走走。我支持你，我回去动员你同学。好。
哎，不让你去动员女同学吗？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别写了，咱们可能上当了。啊？我们宿舍的小丁有个老乡是支部成员，他去问了，人家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决议。没有这样的决议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快走啊！7778的同学和76的工农兵学员在食堂开辩论会，现在已经打起来了。快快快快，走走走，看看去。哎，老兵，老兵，等会儿，谁和谁打起来了？哎，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，哎，别打了！哎，都住手！都住手！都住手！站好！7778的这边，76这边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好了！快点！小孙、小李，好，把受伤需要救治同学拖下出来，送上救护车。到底谁造的谣啊？这是造谣？你亲口跟我说的。我说的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啊？就今天晚上，在校园里，你亲口说的。你栽赃陷害，你无赖！你让大伙说说，到底谁无赖啊？你说我说的，谁证明？同学们，今天晚上这个事儿啊，很严重，是有人试图挑起78级的学生和我们工农兵学员之间的矛盾，这根本就是有人陷害。哎呀呀呀！那个同学，你先等会儿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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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是马向东啊？我？不，你就是马向东啊？林玉是谁？我。那周五呢？周五是谁啊？周五在那个救护车上呢。哦，这样。马向东、林玉两位同学，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。其余同学解散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，放心，散了以后就没了。怎么着？哎哎，那个，你先上车，上车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今天晚上的事件，我们会配合公安机关认真去调查的。在没有调查之前，我希望大家保持冷静，维护好我们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。现在我要求你们各自回各自的宿舍。听了，同志，散了。回去吧，回去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周五啊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哎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就签个字。我签了字，林玉就没事了吧？啊，是。不过有消息说他爸爸病了，但这个事儿不处理，他走不了了。哎，我签字让他走，这事儿啊我负全责。那马向东就是一王八蛋。哎，你就不想想会怎么处理你吗？只要他没事了，怎么处理我都成。嗯，行，还挺爷们儿。哎呀，吸取教训吧，以后遇事儿多动动脑子啊。想着吧。你说是马向东透露的消息，有证人吗？没有。我们询问过马向东，他说他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。他撒谎。我们也询问了学员支部的其他成员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开过会，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个决议。那是马向东设的圈套。是，有可能是马向东
也有可能是周五。这跟周五有什么关系啊？进来。科长。林玉，这里有你一封加急电报，让你马上赶到北京的医院。不行，我得马上去北京。好吧，晚上10点半还有班火车，我派人送你。李科长，既然中了马向东的圈套，我认倒霉，这事儿跟周五没有关系，我负责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关于12月9日发生在校园的群殴事件，经调查取证，现已查明原因。学员周五负全部责任，为维护学校秩序，给同学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特作决定如下：给予周五同学记大过处分一次，希望同学们以此为鉴。你干什么去？妈，我去我同学家一趟。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，回去。我有事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。你爸爸现在都这样了，你听点话，哪儿也不能去，回去。妈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真有事儿，我肯定回来。你听听话好不好？回去，哪儿也不能去啊。吃肉啊，那一会儿等你三哥打巧回来了，妈给你啊，烧着吃。妈，我要吃猪肉。吃猪肉啊？那可不行，那得等你大哥二哥过年回来了，妈才能给你护顿肉吃啊。咱家咋杀猪了？傻丫头，还杀猪呢？咱家今年啊，口粮都领不回来了。妈，我就要吃猪肉。你看你这小样，把你馋的呀。妈给你弄个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杀土豆儿好不好？我不要土豆，我要吃肉。你干啥呢？作什么作？你还吃肉呢？你作什么呢？我让你作作作，不许哭，再哭，你作什么你？咋了？这是妈，她要吃肉，不许哭了。我看你像肉，再作，再你别打，再拉面，你再编回去，你给我编回去。行了，妈，你能怪多多馋吗？这些天，家家都在杀年猪，你出去闻闻哪家不是飘着香味儿的？就咱们家，清汤寡水，天天酸菜土豆，连个油腥都没有，你能怪他吗？双儿啊，我知道妈拖累你们了，可咱家就这么穷，那就得教会他学着忍着。来吧。把它给我吧，该做饭了。哎呀，妈，妈，哎呀，您妈过来，你别，你别打，妈，哭什么哭？哭什么？妈，别哭了，别打了，你别，这哭什么哭？憋回去，行，来打，打吧，打死炖肉吃啊，炖肉就过年了。《你的心》
了好远，走淡了激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翻开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，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，激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一根线，昨天今天明天，让我们牵手走到终点。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